好，这是单位哈，单位其实你往下看就是那个 m 还有 mu 哈。往上看的话，如果你往上看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到 k m 是什么？这个 k 是什么？记不记得我们在算记忆体啊？算什么都常常看到 k 啊？你这记忆体多大？几 k 几 k？ 很久以前是用几 k 几 k， 现在不用 k 了，现在是用什么？现在是用 m 大 m 几 mega 几 mega， 几 mega 现在不够大，再往上走什么？变 G， 几个 Giga 几个 Giga， 对不对？ Giga 又不够用了，现在什么？ T， 对不对？同样道理哦，从 M， 从一开始这个公尺到这边多一千倍，再到这边又多多少？又多一千倍，再到这边又多几倍？又多一千倍，到这边又多几倍？又多一千倍啊、哦！在我们数学在写钱啊，哎，你有几块钱？数学有时候写，哦，我有2万块钱，怎么写？这样写。对，实际上这边有时候加个点，有没有？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？这边要撇一下。啊，为什么不写 W？ 啊，它每一个撇就是三位数哦，就是三位数，这样比较容易辨识。所以我们要写100万，很简单，就是一撇。啊，有两撇，知道是从开始个位数。到这边是什么？好，个位数到这边是 k 嘛，到这边是 m 哈，就是100万的意思。那写一千 w， 那写100w， 就等于1m 一 mega， 就是100万。你也可以写成1000k， 好，1000个 k， 那每1000个 k 就是一个 m 吗？好 ，OK， 好，这是一个数字的一个背景的关系哈。好，那今天讨论一下那个。学习单的上个礼拜的学习单有什么问题？我的有几个同学很认真的在写哈，然后写完的话就交给我。上礼拜学习单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如果没有就从这礼拜学习单哈。这礼拜学习单呢，这些我们可能今天讨论不完，讨论不完的部分麻烦自己看课本把它写上去，然后写完之后我们下礼拜就可以直接讨论。然后下一堂课我们要做一些操作。你先把学单放到后面来。在台湾以后是社会运动。不是，把学单对这礼拜学单放到后面。好，第一个是去厨房找一些有根的植物，譬如说葱啊、蒜啊、大蒜啊。啊，做显微镜的标本。啊，我们去把它的根取回来。你跟那个贵族阿姨问一下，说那个根啊不要的，因为它不会吃嘛，我不会拿那个根来吃。把它根取回来，好，用美工刀片小心的切开，切成薄薄的一片。那我们用那个显微镜做成标本，我们用显微镜来看看里面长怎么样。那根据课本说法，它有可能可以看到细胞正在分裂哈，因为根呢，根是一个生长很快的一个位置，根一直在长，啊，它需要水分，它一直在长，所以一直在长的过程当中，你就可能看到细胞正在分裂。我上礼拜有个题目是说。好，请问单细胞的生长、长大、生长是什么情形？什么叫单细胞生物的生长？单细胞生物的生长是什么？单细胞中的生长是复制。不是。分裂。不是。不是。长大。生长是长大而已。单细胞生物，它本来小小一个细胞，慢慢变大、变大、变大，这是生长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单细胞的复制，它的繁殖。单细胞中的繁殖是什么？单细胞生物的繁殖是什么？单细胞生物的繁殖是什么？分裂。就分裂，一个变两个，那就变两个了嘛，对不对？像爸爸妈妈结婚生下小孩，这叫繁殖嘛。可是单细胞生物，大部分的单细胞生物它不需要有这个，就是爸爸细胞、妈妈细胞两个靠在一起变成生出小孩，不需要，那就是直接一个变两个啊。所以还是有。还是有有性生殖，但很少，大部分它直接性无性生殖，直接分裂嘛。那可能在多细胞生物，像我们讲说植物的根，植物是这个植物拿回来，这植物是多细胞生物还是单细胞生物？是多细胞还是单细胞生物？植物一般的植物，我们看他们的植物，是多细胞还是单细胞？好，那我们再回来。多细胞。多细胞怎么界定单细胞生物跟多细胞生物？什么是单细胞生物？就是一个细胞，怎么样？
一个细胞怎么样？单一个细胞。他自己在走路。他自己在走路，只有走路吗？自己在生活。他只有在生活吗？单细胞生殖，一个细胞自己在走路，自己在生活。啊，简单来讲，徐福章讲非常好，就一个单细胞，一个细胞它就可以行生命的现象。上礼拜是讨论过生命的现象。可是他没有脑袋。哎，他不需要脑袋。他可以。我讲生命的现象，不见得一定要脑脑袋啊。植物人为什么说植物人是一个生命？因为他不能动，但是他还活着。他还活着哦。他需要吃东西。你怎么证明他活着？因为他需要吃东西。对，他需要吃东西。他甚至身上有，假设他细胞，比如这边受伤了，有时候他长褥疮，对不对？把褥疮弄干净之后，他这边皮肤还在修复哦，还有他的修复功能。他细胞还在分裂，对不对？他还呼吸，他新陈代谢，他还排泄。他会长大吗？他会长大，他还在慢慢变老啊。啊，曾经有一个台湾最有名的一个植物人，他是台中女中的，他读高二的时候呢，不小心车祸撞到，然后就变植物人。他妈妈照顾他，他爸爸妈妈照顾他三四十年，后来他爸离开先死掉。啊，这过程当中，这个小女孩从高中生也是慢慢变老，还是有在长大变老。对，他就是因为他就是个生命，父母亲那时候舍不得放弃。可是到后面呢，他也受不了，父母亲受不了，他想申请安乐死的时候，那时候台湾法律没有通过，所以他也不能安乐死，所以也是蛮痛苦的。所以现在有植物人收容中心嘛，就是说你如果家里没办法负担的话，他们协助你去照顾那个植物人，啊。可能植物人可以想事情，要是我变植物人的话，我可能就想事情。哦，也是哦。实际上，在历史的记录里面，在医疗记录里面，也曾经有植物人已经昏迷了十几年，他醒过来。就醒过来，他后来就是一样可以思考，可以行动，可以动吗？那他有说他之前在昏迷的时候干嘛了吗？有，他有说他有知道他父母在旁边照顾他，有啊，他有感觉。就这样。那他有没有说会不会身体突然很痒？这个我就不清楚，这个可能没法控制吧。你说那件惨的怎么了？好，所以他在当植物人的时候，他是有思考。可能有思考，但是他是很痛苦。对啊，他就都不能动嘛。那可能在想，我在想，可是神经某个地方就是没有接好，没有接好，断掉，就是很断掉，但是他没办法动了。眼睛呢？眼睛能动吗？也不能动，他就是没办法，都没办法动。那就再打他，然后就接到。不一定啊。像有时候那电视机不会动，哎，又好了。那肯定线没有接好，你就把那个、啊、对对那个人再去给他车祸一次。好，所以呢，好，回来，所以我们看到多细胞，那什么是多细胞生物？刚刚单细胞徐福讲的这样，就一个细胞它可以进行所谓的生命的现象，那多细胞生物呢？那就是很多个人停，什么是多细胞生物？多细胞生物，你刚讲的很好，再继续往下讲。就是有可以，就是经由有性生殖。然后知道更多的细胞。好，其实简单来讲，多细胞生物跟单细胞生物可以这样区分。刚刚讲的单细胞生物，它可以用一个细胞就可以进行所有生命的现象。多细胞生物就是它必须有很多个细胞在一起，它才可以进行所有现象。如果你把细胞都拆开之后，它就死掉了。所以其实多细胞生物比较虚名。有人这样说，有人说我们是高等动物，那事实上我们是高等动物吗？我们并没有更高等啊。我们稍微热一点，热死；稍微冷一点，冷死。对，跑的也没有动物快。对啊，单细胞动物不会吗？不会冷死、热死。怎么样？那个粮食才来了。我、哦、来了。哦，那给钱。我就给钱。哦，我不要给钱。所以你要来说，哎，多细胞生物就是陈曲杰。啊，陈慧代替我们上课。放在那个冬天冬天那边。陈慧代替。够了，还要找钱。你再帮我拿出去。什么东西啊？木材啊，要做那个鸡舍的木材。然后结果回来就是不够。我觉得多细胞生物是陈俊杰这个走路。对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这是一种分化的结果，就是从单细胞进化到后面，它用多细胞去分工。对，脑袋有脑袋的功能，手有手的功能，肌肉有肌肉的功能，血液有血液功能，但这些细胞都成一个人，都成一个动物嘛。那修一。对。我们能够把各式各样的人的干细胞，然后全部组成一个人吗？很难嘛。现在你在做一个，假设你要我，比如我现在心脏有问题，
那你徐普很乐意说把你心脏捐给我，可是并不是我把任何人的心脏放我身体，他就可以运作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因为身体现在有很特殊，现在它排斥。型号要一样。啊，型号要一样，对，要排，它会排斥。连还没变成器官的干细胞。你说刚刚是讲干细胞，干细胞有可能比较不会，但是还是会排斥，因为它血型还是会影响。就是它像就像移植骨髓有没有？骨髓算移植骨髓，有人是说白血病嘛，像那个血癌像那个谁高凌风血癌嘛？什么叫血癌？小狗癌。没听起来。那个是应该念炎呐哈，炎症嘛，不是癌症，是炎症啊，血炎。为什么突然得血炎？血炎什么意思？血炎就是它骨髓的造血功能不足了。可是打癌打出来。啊？癌打不出来啊。什么打得出来？电脑。哦、对，现在是大家都习惯念癌症，但是那是炎症哈。好，我们骨髓是造血的功能，它可以不断制造白血球出来，造红血球各种的。可是我们身体的抵抗第一层是什么？我们有一个细菌攻击人，细菌攻击人的时候，第一层去抵抗那个攻击是什么？皮肤非常好。你知道什么？哦，对啊。好，第二层呢？假设突破你的皮肤进到你身体里面去了，肌肉。肌肉没办法都抵抗哈，白血球没有错，就白血球。可是因为血癌的患者，他的白血球已经失去功能了，他制造不出正常的白血球，所以那白血球只能看哦敌人进来了，他白血球不会攻击他，可是敌人进来了啊，所以你的细菌进到体内，它就不断的繁殖，所以身体就很多细菌，它就生病就很虚弱。哇，真的太要求。所以白血球很重要，身体白血球你要照顾它，你要让你的白血球有正常的功能，它可以才可以。抵抗大概95%以上的细菌。那假如他病毒，假如他怎么样？他是在一个完全没有细菌的房间，那他就不会受伤，这样不会被感染。是不会感染，对，没有错，就不容易感染。所以只要生长环，他生活环境好就不会。但是这样生活很痛苦啊。你知道吗？你没办法控制到无菌，你要完全控制到无菌，就是他不能跟别人接触。那就不能吃东西。吃东西可以，你可以把东西全部消毒过嘛？可以在电脑上。就煮热了，赶快拿给他，他可能是没有细菌。用电脑啊？用电脑跟别人讲话就。你可以受得了每天都跟别人接触吗？不是，我可以啊。我也可以。什么？只要你用电脑。对，就是只能主角大部分的。我暑假几乎没有跟别人接触啊。OK， 那有些受得了，有些受不了啊。有些人需要每天，譬如可能要跟他的太太要抱一下啦，可能要跟他的小朋友抱一下啦。可能要跟别人握手啦，可是你在有类似像这样的话，你这样过程对血癌的患者都是一种危险，因为他很容易就得到一些病菌。你看，就打电脑。如果你可受得了的话，这是 OK 的。我啊，那时候我在一个无菌室，可是你要光维持一个房间是无菌，空气是无菌，这个设备要很多钱的。你呼吸的空气跟不呼吸的空气不一样，你呼吸的空气需要经过处理，要全部杀菌过。那你像这样的设备要花多少钱？也不是你喜欢，你说我可以就可以啊！你要花多少钱去处理这个事情？你每天可能要3万块钱啊！你有没有那么多费用？每天3万块，这是有钱。对啊，我只举个例子啊，没有说一定这么贵的啊。而且，实际上有些人啊，说，比如像我们现在经常喝的是什么矿泉水，或者喝的消毒水，或者是不是消毒水，就喝被消毒过的水，被消毒过的水啊，或者是喝也像有些人喝纯水。纯水、蒸馏水这些东西，像太早接触，就是这个自然环境给我们的一些刺激，所以你身体的免疫系统是要慢慢的降低。啊，有时候假设你看像有时候什么是蒸馏水？蒸馏水就是水经过蒸馏再凝结出来的水。蒸馏什么？蒸馏是把水加热，让它变成气体，再经过一个冷的地方让它凝结下来。那。第二种有时候需要一些细菌的刺激的，让自己慢慢的多一点抵抗力，多一点抵抗力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，所以多细胞生物的生长是什么？单细胞生物的生长只是细胞从小变大，是要长大，对不对？那多细胞生物的长大是什么？大家一起长。是大家一起长大而已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继续制造肌肉。
啊，怎么制造肌肉？对，非常好，怎么制造肌肉？感冒。制造肌肉。怎么制造肌肉？运动。运动，运动制造肌肉，没有，运动会刺激你制造肌肉，但怎么制造肌肉？你的身体怎么制造肌肉？像爸爸。吸收养分。吸收养分，对，吸收养分是让它长大的一个条件。它怎么制造？吃东西。感冒。对，吃东西是制造，是吸收养分。把热量转为肌肉。运动是刺激的一部分。哎呀，那当然就是怎么弄，不是让它触发，它不是触发。对对对，我讲的不是让它触发，是它怎么变成，比如。就他们会自己干爆的。这不是重点啊，这不是重点啊。你的细胞生长不需要你刚刚讲这些事情，不需要有性生殖的过程。不需要啊，那算了，不需要，它就会被切割。你的细胞，因为从小到大，你肌肉变多了，肌肉怎么变多的？你如果吸收养分，吸收养分是一定要的，但它怎么变多的？切割啊。你的细胞本来1000个，怎么变成10000个？因为你受伤，所以它就越来越多。怎么变10000个？怎么变10000个？一直受伤，就是它是复制嘛，它是分裂嘛，你的肌肉细胞就分裂、复制、分裂、复制、分裂、复制啊。好贱哦！它就长大了嘛，你的肌肉管1000条，我对你想1000条肌肉，但是我现在天天做浮力挺身，我天天跑步，天天运动，身体觉得我需要更多的肌肉，它就开始把肌肉细胞复制、复制、复制。懂懂懂。对，就变成更多的肌肉细胞。啊。不一样种。每个肉都有能力啊，对，因为你一直吃肉，你开始长肉，你的肥肉开始复制、复制、复制，长出更多的肥肉。这么喜欢肉，我觉得没有用啊！我觉得没有用。没有用什么？我觉得这没有用。我一直不断吃肉，可是我却没有感觉。好，那是每个人身体的状况不一样啊！哈。这么喜欢肉，所以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实际上就是细胞的复制。好，我刚刚讲说根啊，你去找植物的根，我们要去把植物的根做成标本。你也许看到植物根正在成长，因为根是一个一直在成长的一个部位，根在成长，所以你就有可能可以看到里面的细胞正在分泌，啊，就有可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去做这个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去，我们到水生子去找看，水生子有两个，一个是水沟，一个是后面的小水生子。我们去水生子找看有没有水螅或者是涡虫。我们想观察水螅或涡虫这种多细胞生物的无性生殖啊，都在跳脸上。它不会挑脸上，它水在水里面生长的。好恶心。然后就把水捞起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水螅，啊，仔细观察有没有水螅啊，水螅哦，找一下水螅。好，那找到之后，我们用瓶子装着养阵子。还有鱼龙，鱼龙，鱼龙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去土里面找一下，翻翻看。出来一下妖孽。土里面找一看蚯蚓，在那个树大树底下应该都有蚯蚓啊。反正这三个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每个人都要做的，第二跟第三呢，大家跟着做。偏向猴子认为他不想去做水里面的水螅，他不想去找。我也不想看蚯蚓，我不想看蚯蚓。请麻烦你们去找一只蚯蚓，或找一个轮形动物门的动物。蚯蚓不要找水里的蚯蚓。轮形动物门的动物在那个水生池里面也有，我去找一下。你说的是，比如说马路这种吗？啊对，马路啊，对，就是那个水里面。那再说回来我们。对对对，那种很好。那我们找到蚯蚓，我找到轮形动物门的动物呢，我们用刀把它切成两段，拿培养皿养着，看它会不会再长回来。好。那我要讲。一定要再长回来吗？我们观察一下。你要切两段把它长成二你不要把它切成八段了，切八段再长不回来。我要菜虫。切成两段才长。切两段的话，还是会死掉，只是不会马上死。有可能，但是就我们过去的经验，实际上蚯蚓是如果你切在那个什么，它有的那个环，你切在环上，它应该是可以长两段，它会长回来。也许有一段长回来，另外一段就死掉，有可能。然后来观察它们再次努力。蚯蚓很恶心，我们真的要切它哦。蚯蚓怎么恶心？蚯蚓怎么不会恶心？它能长咖啡色的一条。好了，那个每个人对恶心的定义不一样，我觉得蚯蚓还好了。OK。你觉得它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也还好，只是奇怪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学习单第一题哦，什么叫做无性生殖啊？无性生殖就是不用干泡。你可以用词文雅一点吗？啊，可以用词文雅一点吗？不需要经过配殖方式来。不需要交配。对，不需要交配，配殖啊、哦。来，那个没有浩君刚的回答，浩君刚的回答哈、哦，他讲说配殖，我可以解释一下什么配殖。啊！好听。交配。我们每组他回答问题，
我们一直在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啊，你回答问题如果有一些专有名词或有一些新的名词的话，有一些新的名词的话，麻烦你要解释一下新的名词的意义是什么。就是直接拿奖打到屁股就好了。好了，你在跟我玩游戏吗？这位先生。没有。啊。困了。困，现在站起来，来站起来。哎呦。好了好了。站起来啊！什么叫无性生殖？无性生殖就是不需要两个性别人士，他可以自己生，不需要交配的。对，你知道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啊，不需要交配的过程啊，他可以自己生，他可以自己繁殖，自己繁殖有很多，自己繁殖有好几种解释啊。来，自己繁殖好几种解释，就是说，譬如像我们刚讲的这个所谓的。单细胞生物的复制，它从一个细胞，它慢慢的分，嘣，变两个细胞。像这两个细胞，谁是父亲，谁是儿子？各一半。各没有啊，两个都是父亲，没有儿子。哦，分不清楚哪个是父代，哪个是子代，分不清楚啊。他们只把，就像是我们把人把切两半。然后呢，这个另外一种无性生殖是这样子，这是一只水螅，它突然间出了一个芽，然后慢慢这芽长大，长大就变成另外一个水螅，然后嘣就分开成两只。好，分开成两只之后，谁是父亲，谁是儿子？都分不清。那个慢慢长出来的那个。是小的嘛？这是儿子，算儿子嘛？好，可以这样来分，这是父代跟子代就分得出来了啊、哦。对呀。然后分的就父代跟子代。啊、哦，它也是会慢慢的突变啊，子弹慢慢突变，但是慢慢的形态，但是细胞分裂的过程还是突变，它可能突变的过程是两个就变成同时突变。那水螅的话，这个一般来讲，这个原来的基因它不会突变，是刚生出来那个就可能突变了。啊、哦，这是新的。然后就突然突变生物、哦。所以这是父代跟子弹。然后就变色了。如果听不清楚要讲了啊、哦。我听不清楚。听不清楚，再讲一遍了。变颜色了。多细胞生物的无性生殖有哪几类啊？多细胞生物，我刚讲水螅是一种，可以出芽长出一个，嘣就长第二个。好，那还有别的多细胞生物的无性生殖有哪几种？还有很多种。对，哪几种？多细胞生物的无性。刚刚你看过课本了，刚刚我听很多同学在讲啊。多细胞生物的无性生殖。我只有看到单细胞哎。你刚刚单细胞一样。哦，这个海星是多细胞。对，它怎么生殖啊？哦，它分裂。啊，它有分裂吗？它不是，它断裂。断裂。断裂还有孢子。对，不，海星不是孢子啊，海星哪有孢子？是孢子囊内有孢子。不是，你说是旁边那个。其他几种我讲。对对对，对，好。是旁边那个。我们讲说断裂生殖啊，断裂生长啊，断裂生殖的部分，比如像海星。你把脚切断，它长出来另外一只海星，那原来那个也是长出另外变成两只海星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是它自愿的还是被迫的？被迫的。通常那种断裂生殖是被迫的，是外力造成的。啊，比如说还有一个方式是植物，你有没有看到植物那叫做海星长得恶心，因为一棵树，派大星一样。啊，一棵树呢，我可能把这个树枝，我就把皮刮掉。这边包一包土，包一包土，我一样每天这边浇水，浇完水之后，那个这皮被我刮掉的地方开始长根了，根长出来了，根长出来之后呢，我就把它们切断，把这个拿去种，它就变另外一棵树了，这是有性生殖还是无性生殖？无性。这是无性生殖嘛？可是这样是用外在的力量。对，所以这事实上也是一种断裂生殖，对不对？可是修义，我一直都不知道有这种方法。啊，我现在跟你讲了，有的是种子。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是这样子啊，更简单是把它切断，直接把这个拿去插土里面。看过这种方法吗？这要插枝，看过没有？这两个方法没什么差别。它有。有差别。你还是一样把土埋在上面。不一样，你用插枝的方式比较不容易活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根都还没长好。对，它根还没长好，它已经被断掉了，它已经没有养分过去了。这边的叶子已经没有养分了，它靠的是它本身枝条里面原来的养分，它比较不容易存活。可是这种方式比较容易存活，是因为一开始你根还没长出来的时候，它靠的是我原来的大树给它的养分。
对不对？但是我这边被包起来的地方，因为树皮破坏，树皮这边可以长出根出来。等它根长得差不多，再断掉，再拿去埋土里面，它这个比较容易活下来。那有些人更简单做法，他不要这样做，那个他可以直接把一根枝蔓压到土里面去，压到土里面埋起来，他直接从这边就长出一棵树了。啊、哦，在澎湖有一棵那个榕树啊，很大很大很大，占地很大很大很大，它就用这种方式处理的。但它用的不是植物的茎，它用气根来做的。啊、哦，它把气根，譬如这棵树，让你说这边有根气根的，全到地上，就把这气根埋在土里面，就埋土里面之后，气根就化成茎了，所以从就开始长树，那就长长长长长，这边有气根掉下来，就把埋土里面。它会长茎，好、哦，它这样做，所以那棵树变得很大，很大一棵树，啊、哦、，OK。你上学期讲过了。上学期讲过了，对，好 ，OK，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，下一堂课呢，麻烦要去拿植物，找水席，啊、哦，拿水席，然后去找那个蚯蚓，啊，找蚯蚓，蚯蚓。